若是那邪魔真的复生，只有那年轻人才能给南疆众生带来一线生机。那年轻人身怀玄火剑，那是镇压兽妖的唯一至宝。希望我在临死之前能救下那年轻人的朋友，盼着这点情分，再饿来时他挺身相助护我族人。只要族人在，金族就有希望。前辈，你所求之事我答应你了。多谢前辈。不过我并无十分把握，只能尽力而为。我希望你也能答应我一件事。前辈，莫非是要我寻回禁足圣器？只怕为时已晚。实不相瞒，这圣器乃南疆远古传说中魔王复生之药，如今危机一现，南疆圣灵恐危矣。此间厉害已如实相告，他日若是禁足罹难，还望你能护佑一二，可否？此事我应下了。啊，多谢。山雨欲雷，吾等乘风而起。